今日好，请坐。各位同心，大家好。有在读过无？有呀。我希望吼，确定吼，我讲的虽然无介好听吼，但是吼，听起来对大家人帮助足大吼。咱明仔载呢，上课了吼，咱就是咱台湾民政府的政务官对无？所以吼，我今仔要讲的吼，标题是讲妇女的使命，咱的使命呢是合作付出的哈。天命是讲你为着自己设下，你哈是安尼自然就去做的工课，叫做天命啦哈。咱呢像讲查某人哈，生囝是自然的嘛，迄种会嘛，爱去顾囝嘛哈，这叫做天然呢，这是叫做天命。那么使命呢？就是讲吼，咱为着别人的福利，咱要付出照顾别人，咱有这个善心，这就是使命啦吼。所以呢，咱台湾民政府所有来参加咱这人吼，拢是有为着这块台湾的使命来伫打拼，对唔对？吼，尤其咱查某人，佫愈无简单吼。伊伫这个家庭，咱爱照顾，囝儿爱照顾翁婿，幼孝父母啊，照顾公婆以外，咱阁勇敢踏出来，要来服务这个社会，为这个政府，咱要来改革，有伟大无？有吼，有甲咱女性的同心拍一下抱啊，鼓励一下吼。所以呢，咱要爱做一个成功的妇女呢，那我有列差不多四五十条，诶，咱爱注意的项目出来吼，就是讲咱吼即马去呢，咱无简单有福气来得到这个机会吼，所以我嘛希望讲，大家人会当来好好啊来为这个台湾政府来服务，啊个而且。会使呢，做了真好，啊，搁再坐了真久，安尼对无？如果咱也是讲嘿，为着家己的一挂偏见，啊，咱的个性，可能咱虽然得到这个机会吼，啊，毋过咱坐袂久，做袂长，安尼是毋是足拍算？对吼，所以我今仔要探讨这个问题，就是要来讨论者吼，啊，别人讲的吼，就是讲吼。这就是阿嬷的话啦，吼、哦，咱这个课程呢，有可能是伫讲伫家庭的时阵吼，咱的是大人，有在尴尬以外，出社会咧，老师的小可交代，来到出社会呢，长官可能都依照伊的看法，你的人格，甲你的地位吼、哦，可能会因为。你家己的个性甲行为吼，来大大的影响。所以呢，咱即马呢去，咱明仔载去吼，咱就是正式的台湾民政府的政务官哦。所以呢，袂当无注意这代志。啊，咱呢，人讲吼，一样类百样人啦。啊，阮朋友讲一粒米饲百外个人安尼吼，足大粒的米吼，咱嘛是一定爱注意吼。咱呢。因为咱即马后摆啊执政是真正接近的代志哦，所以大家人心理准备以外学习，为即马去咱爱准备讲啊，咱连工要来做对一份工课，你爱具备过去你的尊重以外，如果有无尊重的，你嘛爱想讲啊，我要来训练对一个兴趣，对一项目，
政府机关的对一项目，你要有心理准备，那嘛会当买一寡册来看吼，有做一个这个参考安尼吼，所以对你可能会较好。啊，在咱呢，伫这个迄、那个职业场所的当中吼，咱爱注意的代志，甲爱处理的代志是面面观呐吼，会使讲真正真济。啊，咱这个台湾民政府呢，原本是你也讲初段呢，咱4000个，咱是一个大家庭啊吼。咱是大生意吧，摆较头前的，所以无一定讲摆伫较头前的。后摆啊，咱执政的时阵呢，就爱做较大呢吼。咱是依照个人的伊的能力嘛，啊，咱的经历嘛、学历嘛吼。所以呢，你若讲啊，无学历、无啥物经历、无啥，但是咱台湾政府内底所有的条件拢摆一边，上重要的啥？忠心度啦！你对台湾政府这个改革，你有认同？咱一定要有信心着啊！袂使啊，人若讲几句啊吼，啊就对人行呢吼。所以咱毕业了，咱就真正的政务官，咱一定要建立家己的信心，啊，一定要有坚心。绝对爱家己认真为即马去，咱的形象，咱的一切，咱爱家己塑造。啊，那像讲咱伫做歌戏对无吼？啊，你若要做皇帝，敢有迄个装作囡仔？啊，装作囡仔敢有法度去做？吼、哦？哦，像咱即马伫笑即个美女，啊，当装安尼水水，就是贵妇人啊，大家看嘛，知影？啊，这有剩一块啊、哦！吼、哦，安尼，咱这个形象是代表你的人格啊，你的人格你才会当创造你的地位，这足重要的啊！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哦，话那安尼蓬头垢面哈、哦，啊，头毛下面啊，衣衫裤穿啊邋里邋遢，安尼出入去敢有先关完？所以咱爱一定为即马开始，咱回去就是绝对，逐工照行，啊，逐工打扮。家己先看有升大官，安尼好无？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若有升大官，若无升大官呢，咱摕这张证件出去吼、哦，真正较歹势。是讲你予人看吼，无够过鸟，你做起来可能嘛无够久啦吼、哦，坐袂调吼，嘛足可惜，失去这个机会。咱既然有这个福气，咱有这个机会来接到这個。咱都爱坐了久，坐了长啦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啊，咱吼、哦、是秘书长讲的，咱要做大官。啊，做大官呢，是要做歹官，咱要做好官，对无？啊，做好官吼、哦，咱就是爱做大事啦。啊，做大事的中间呢，人的这个相处是非常的重要。咱即卖人呢，唔知安怎，互中华民国去。教家思想、甲行为，讲一顿吵到笑啦。所以吼、哦，我自细汉是含收入新妇做迄大汉的吼、哦。我在40几年来呢，我拢伫屋企那外出入啦。我看到日本人呢，人因的习惯、教育，甲咱真正截然不同。你要相信无？啊，我记得就好啊，吼！咱早时爬起来，台湾人吼，有咧讲牛仔的，举手我看麦，看到人拢有咧讲牛仔的。啊，为你甲讲牛仔，唔插你呢？啊，要安怎？所以咱爱全面性来改革，大家拢爱认同嘛。啊，你讲牛仔，伊讲你笑的。啊，咱即摆即个社会是啥物社会？你甲拍招呼吼？伊目睭甲你安尼认一下，讲啥款安尼吼？啊，这吼、哦，讲要做人嘛，足歹做个呢。咱所以这是一个教育的失败啦。中华民国个教育呢，甲日本人真正是差足大尾。我曾经看到路中吼，啊，你即马
去红撞到，伊个车呢，甲卡袂，啊，脚踏车呢，歪去倒咧。脚踏车牵起来，甲赛车讲，是的，是的，讲，我免啊赛，我免啊赛，随便嘛先。咱台湾人呢，讲交到的人吼，讲撞到的人讲，伊啥款？我来啊，你阁无啥么好，是咧创啥？哦，啊，差足远呢。所以讲，日本是礼貌全世界，啊，廉耻，你做唔到代志，责罚家己，检讨家己。因呢，所有的财产建立伫对，伫廉耻的社会。如果你伫这个社会做了一遍的错误的代志，有可能你一世人无当食头路。所以这真正严重。因真正严格来把守家己的一切，咱台湾方家家安怎呢？啊，我呐倒人的钱倒一遍、两遍、三遍吼，啊好个啊吼，我钱足济吼，面子足大，你袂使讲我安怎呢？有钱吼，面子上大，无咧讲廉耻的，吼，啊嘛有咧，人因日本人吼。敬老尊贤，咱台湾人呢，我即马吼拿出来吼，会使讲哦，日本人，我伫台北开起课拢做日本人，人伊若十个人出来，因按即个团体，一个人因兜的人破病安怎送病，因实在是足爱啉酒的，规阵拢无出来，住房间。咱台湾人呢，我看到啊，足遗憾的，就是讲安那，啊，迄个丈人啊在出山吼，啊面安尼黏甲红光光，较穿啊来白穿白袍，吼、哦、啊，咱迄个搞鬼案迄个无，搞鬼案迄个讲因小弟死去啊，吊伫树啊嘛，因大兄人警察问伊去对讲，讲伊去卡拉 OK 啦，安尼这是什么社会？所以呢？种的这个教育失败吼，人人情义理吼，敬老尊贤这个观念完全拢失去。啊，咱呢，台湾政府呢，咱起来，咱大家拢是后摆拢是新民对吧？咱那是将来要甲日本联邦政府嘞。咱袂使予日本人看作咱是怪物，对无？啊，甲人思想、甲行为拢绝对无同吼。咱上无嘛爱接近，吼、哦。所以咱呢，遮就是政治，咱为家己现本事呢，咱遮家己来做起，安尼好无？嘿，我嘛无讲我上高，咱互相来勉励，互相来提升。因为安怎呢？人讲一好嘛爱两好啦。对不？咱这个团体呢，啊，我足好，啊，大家拢无好，啊，我嘛会受到攻击甲受害啊。所以爱大家人拢总好。这个李登辉先生讲了袂歹嘞，一定爱想好的嘛，想好事啊，讲好话嘛，做好事嘛。你一定想的袂使拢总吼，头壳内底想的拢歹代志。所以呢，咱大家人结缘是无容易啦吼，卖是为着讲争权甲夺利，搁愈无需要。因为咱每一个人呢，真正足有福气的，实在是唔是铁饭碗尔，咱是金饭碗吼。咱民政府将来的政策保障咱四千人，是合作革命先行者嘛。好、哦、啊，先行者往后的生活，生活是真正的平静啦，绝对袂去遇到困难。啊，除非你讲要来跋筊，迄就无法度啦吼。啊，若要予咱食饭过日吼，是足简单啦吼。所以呢，咱就是无需要争权夺利。台湾人呢，上歹的歹处就是袂团结啦。啊，搁安怎呢？人讲故意啦，嫉妒啦。吼、哦，阿哥哈，互相攻击啦，
这种的毛病吼，咱会使讲咱遮是拢足优秀。我唔是讲大家会安尼啦，是讲咱如果呢，咱无来检讨，也许大家拢袂记得啦。啊，讲灾啊灾都伫深山那来安尼啦吼，讲啊灾啊灾都伫深山那来吼，这个准则啦，家己无去注意啦，唔是讲袂晓啦，无去遵守啦。啊，想凊彩啦，吼、哦，想凊彩啦，想凊彩就变成无礼貌吼、哦。咱即马日本人吼、哦，伊绝对礼貌全世界，谦虚、尊重迄、那个。咱遮个人，我今仔日来拜一个师傅，我吼、哦、二步七啦，我就出来咧拼咧，为阮师傅个拼开一间咧拼。人台湾人、日本人绝对无安尼个啦。这就是很怪物的地方啦，日本人顶冠吼，讲顶冠的有升顶冠，下底有升下底，这就是社会伦理啦、道德啦。咱台湾人吼，头家唔正头家，新罗唔正头新罗啦，这足悲哀的啦。啊，我拼你，你拼你，拼到尾啊，拼到死翘翘啊，大家拢袂当生存，所以咱一定爱有一个准则。阮老爸吼，阮要出社会，敢讲啊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啦。所以这是日本人教出来的啦吼，就是这个若曾经教我过，永久依赖我的老爸安尼吼。所以阮的兄弟姊妹吼，也出去共食头路，无迄个想着起毛歹，就随共死头路的，一定死头路要等半冬，帮师，而且互头家找有人啊，咱才走。啊，你若看人呢，食头路吼，冤家的当中更袂使，更加袂使，即时就离开啦。安尼永久斩断这条路啊，所以这拢嘛爱注意啦吼，是每一个人思想拢无同款。唔过咱这个就是讲，伫社会的认同拢是大致一样，讲有理走遍天下啦，对不？啊，那无理就是寸步难行吼。咱人呢，伫这社会吼，人讲吼，巧的拢食戆的啦，对唔对？但是戆的安怎，敢那食天公尔嘛吼？啊，咱即马呢，平平是兄弟姊妹，咱卖讲巧，啊卖讲戆，大家都是吼，像迄个基督教拢写一个爱啦。每一个人若有爱心，甲即个人当作咱是家己咧，绝对都没有争议啦。啊，所以呢，所有的争议、甲是非、甲合作、袂合咧，拢是无公平啦。所以呢，咱遮呢，每一个人后摆也是政务官，毋是事务官，毋是要去办代志，咱是要领导人。领导人，咱要带人，一定爱带心啦，对唔对？你如果袂当得人的心，你用你的权威来压人，迄袂久长啦，对唔对？所以呢，咱即马每一个拢是将军咯。你下底爱有兵无？如果你若无兵哦，你嘛是摆卡将军啦。所以这真正爱注意，唔是一干干干那铺天盖尔吼。下底的人绝对爱照顾的好。你有偌济兵，你是做偌大的将军啦。这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吼、哦，咱遮啦，包括我在内，咱顶管要过真侪人嘛。你要领导人的当时，你爱被领导，你才知道被领导的滋味啦，对不？你那是敢那养领导人，啊，唔知影讲你奉领导的滋味吼、哦，啊，一干干找人安尼袂使，安尼袂使，啊，这行也袂使，啊，你说的是。安尼这种的领导方式吼，是绝对失败的啦。所以，尤其是咱的妇女，咱若行出来这个社会啦吼，咱即马要为这个台湾政府，咱来拍拼。哎，有参加妇女会也好，咱参加伫酒店的也好吼，哎，官也好，官也好啦，咱一定爱认真为咱妇女来做起。咱台湾的妇女呢？新民是讲日本婆啊，对唔对？
全世界的日本宝啊是上有礼貌的，对不对？上可爱的，全世界人学落的日本宝啊，吼，是真正是闻名世界。所以为咱的妇孺来做起，咱来做到像较早的日本宝啊，咱的翁会疼惜无？可能吼，你甲讲要离婚，伊嘛唔啦，对不对？所以咱即马离婚率吼是非常悬的，三个就一个啊。啊，即马离婚率哦，咱这个流氓政府的这个政策吼是非常的失败啊。日本有文明的规定吼，这个法律吼，无管你是安怎离婚呐，恁是翁啊某大人的代志。囡仔的教育、生活起居打理，老母爱做。你搁去判几个案哦，囡仔嘛是爱顾好，这是你的责任。那么来查甫咧，你外含万，摆卡你送报纸，你一定生活费爱提顿啊，好无啊惊食啊，囡仔18岁。所以分工合作的政策咧，是予日本真正教育成功的所在。啊，咱呢？中华民国伊无甲你做安尼工课，伊一干干吼，寄小单互你拿尔啦。咱即马大家拢搁接到两张啊，对无？吼，后车啊后厝的呢，敢那知影要收效尔啦，唔知影政策啊，唔知影即个福利要安怎做。所以呢，咱的台湾呢，后摆的妇孺吼，咱唔是讲照顾囡仔。大事红事，有孝是大人，咱有孝这个公婆以外，咱踏出了社会，咱要来服务这个社会，照顾咱的百姓，咱一定要以身作则啦，对不？做一个成功的女人，咱袂使输查甫的，对不？吼，所以呢，跟查甫的比关家，咱是要比工课，唔是。比地位爱是钱赚较济啦，对不？咱袂使讲哦，啊，我即马赚比阮老公较济呢。当个老公主席袂，吼，做偌大，天就是天，地就是地嘛，吼，无法度后遐变饭咧啦。所以呢，咱查某人就先天不足啊。你若翁仔某相拍，咱敢拍会赢人？对不？敢若出力就输人啊啦。咱是加一个养生囝安尼尔啦。对不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台湾即阵现在是足乱的，外国新娘一大堆，咱爱教育无？一定，咱所有的文化拢无去。伊生落来囡仔，咱妇孺会嘛爱甲照顾。咱的社会局，所以妇孺会呢，是合作社会局的代志，唔是外口讲的讲。欸，阮这州恁是官呢，恁妇孺会吼是民间团体呢，差大尾啦。迄就是无读册。社会局毋是号做民间团体，咱嘛是公务人员。人即个秘书长就讲好好啊，大家嘛公务人员，对毋对？所以毋是妇孺会号做民间团体，迄是即马中华民国啦。因为较早是宋美龄在做，来就是李秀莲在做，啊，因即马是安那请会有做补助尔啦，一个请一个协会的补助啦。迄是安怎在用补助的？是因为政府的政策歹啦，伊无福利啦，伊无公务人员专门咧伫服务啦。公务人员咧伫做啥，拢领18%尔啦。啊，所有的你讲会互民间吼，啊，像咱讲来讲，即马即个号做义工规大堆啦。义工是真正咧做义工，是做善事的。有一部分，一部分的人是讲啊，我都无啥物代志好做嘛，吼、哦，有的是18%凉凉啦，啊，我来一个参加一个团体，这个团体呢是一个势力啦，我来去法院做志工吼，我后壁拢法官嘛，谁敢得是我？这是一个势力的运作啦，我来带警察局做义工吼，啊，我这警察局的局长我拢捌啦。所以呢，这是一个无好的风气啦。讲做善事，话讲来庙事啦。啊，做庙事，咱需要人服务，
家己嘛爱照顾好，卖家己等候社会来咱服务安尼啦，这是为基准。但是呢，咱卖的这个方式是讲安那，咱这个风气卖就是哈，阮高雄吼、中街啦、高一啦，迄种好业甲老早呢，大家拢去做义工，做啥物意思？你敢会比较好业？你去遐做无钱的？所以吼、这嘛是爱改革的所在，是安怎？话找无头路啦，无当找啦，啊，只有讲啊，啊无得做姨娘安尼啦，啊，这是可怜的。你这个人要叮当，你卖甲辅导，可以有头路。所以以前阮的酒店讲，啊，咱若即马执政吼，你甲看吼，上重要的爱较紧做啥物？我讲吼，做养老院啊，甲做这个育幼院啦吼。咱台湾政府起来，一定就是囡仔爱政府来顾，老人政府来顾，少年呢，咱予伊去做较好的头路啦，安尼对唔对？哦，所以呢，上好是讲安那，咱的养老院含育幼院吼，拢来起做伙啦。阿公啊，甲阿孙拢收隔壁，啊，即马一公斤阿公也出来，阿孙也出来。卖像即马安尼，像咧饲猪条哦，足可怜的呢。老人去个养老院吼，啊，拢甲灌安眠药啊呢，啊，无你若伤吵，手拢甲伊拔起来呢。哦，啊，差不多，我甲饲吼，拢差不多无三个月就死啊啦，迄敢若饲就死就对啦，啊，无就感染嘛。即种是什么款的社会？人日本人你送去病院吼，你毋免请看护呢，请看护2000块，你啊一个是大人吼，爱内底吼。破病吼，三个月你就倒啊啦，负债累累啊，爱十几万呢，要到20万呢。啊，你若拄啊好用的人要安怎？所以一个欧巴桑迄天来找我吼，讲爱和伊住伫七贤路尾吼，讲干那几工啊跳三四个落去。啊，这报纸敢有在报？啊，拢一定台湾人嘛，无可能吼，中国啊会去跳啦。啊，你捡粪扫，恁大家敢问伊看有中国人无？捡鱼纸无迄个外省人呢，佮而且吼，即马慈济功德会出来吼，无钱的人感觉连要捡鱼纸都捡无呢，啊要对，啊就是啊，剩的就是安尼啊，所以我咧讲鼓舞讲来参加台湾民政府吼，有的人讲唔免啦，阮倒安尼会得过倒，我讲啊，我嘛比你佫较会当过，但是你爱知影哦。你即摆会当过？你对一台有囡仔较含万的，伊会跳楼自杀的烧炭无？你敢有想到？还是你要到这台就好？那安尼我也无意见啦吼。所以咱爱为这个社会，为咱后摆台湾的前途吼，咱这个安尼付出，而且呢，咱付会到，做这个功德是无简单的啦，对不？所以一定爱认真啦吼。啊，这讲好做阿嬷的话啦吼，我草草念啊，但是吼，这是真正足重要啦吼。咱下底吼，要来我即摆介绍这，就是讲我去咱这个台湾民政府去印度的时阵吼，啊，足好运的，我拄啊拄到吼，世界这个妇女总会的人吼，啊，我搁啊改翕相起来安尼吼，啊，做伫这个画面吼，咱即摆就是讲要讲这个妇女的使命吼，咱是讲因人而异啦吼。啊，为人道安尼一当过道，为雄心勃勃嘛吼，为家庭式的，啊为就是讲会事业型的安尼查某人吼，即答案拢总是无同。但是呢，咱即马吼行出来即、这个会伫咱台湾民政府的妇女吼，大概是属于即个妇女，就是即个职业型的啦吼。所以有即个雄心万丈，想要来服务社会。啊，所以呢，咱嘛是特地。鼓励啦吼，啊，这个价值观呢吼，是每一个人吼，伊就是讲吼，无共款哦，各种的这个家庭的条件甲社会啦吼，所有的台湾就是这个咱的身心，互咱提供咱这个平台吼，咱这个台湾政府互咱，所以咱一定爱提升咱家己，防患未然嘛吼，每一句话。咱即马去，咱是当当的政务官，咱的行动吼、一定
是无共。所以讲伫即个职业场所的中间吼，咱一定爱闯出一片天，咱爱做大代志，毋是像中华民国的公务人员呢，领薪水伫遐泡茶尔啦，对无？咱一定爱做大代志吼。啊，所以呢，查某人毋是干那水尔吼，啊，水的话讲熬做厝的，就是讲啊，即好个查某人，啊，话是讲哦，啊，即个女人啊，讲是无才啦，就是得啦。这是古早时代安尼讲吼，但即马每一个人都一定爱有才啦吼，有得才就是才能啦吼。咱才能呢，每一个人毋是讲出世就有啊。阿扁啊嘛，毋捌做过总统，伊当选了才做总统嘛。啊，咱遮即马拢当选啊，对无？啊，咱嘛是爱学做看卖啊，安尼吼。咱遮拢当选啊呢，所以爱家己拍一个抱啊无？吼、哦。咱拢当选大官呢，啊，人迄吼、哦、要一个立委吼、哦，都爱开几千万呢，搁做四年尔，咱做永久的呢，啊，恁开几千万？无嘛吼、哦，所以福气啦，真正福气吼、哦，所以咱即马就是讲，爱家你即个位坐了有久长，坐了会知，咱爱实实在在来研究这代志，这足重要的吼、哦，成功的女人呢吼。哦是一个快意职场的人生吼、哦，就是讲你爱狠，爱准，爱做了紧，袂是拖沙，啊，毋是伫啊，会得躲过日啊，吼、哦。咱就是讲一定吼、哦，职场的哪一刻，咱爱注定家己吼、哦，告诉自己，咱毋是平庸的自己，毋是咱平凡的家己。咱即阵比当选立委的职位搁较好，吼、哦，搁较长嘛，吼、哦，永久的呢，免退休的呢，做家己唔爱做安尼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即个就是讲，咱伫即个讲话，啊，搁伫咱即个外貌的中间，吼、哦，一定要并进啦，美丽甲即个智慧，吼、哦，爱集于一身，咱。如果若讲过去，咱都拢伫家庭尔尔吼，咱拢无去注意。毋过呢，咱即马是大官咧，吼、哦，所以咱的一举一动，佮而且吼，我拢鼓励逐个人，你即马转去吼，吼、哦，你像做歌戏安尼讲，啊，你今仔日要来演啥物吼？你若想要演皇帝，你爱穿皇帝迄丝衫啦，对无？啊，照镜照看下安尼，吼，即、哦這个外表外貌塑造。你的人格跟塑造你的地位吼，这是拄只我有讲过，这是予人第一的印象，足重要的。啊，你若定定要穿足干那衫，讲我要来做女娃，敢有可能？对不？人好嘢，人看到的无爱娶你啊！啊，你要哪做女娃？你定定嘛做干，吼、哦。所以这真重要，外表啦吼、哦。啊，做一个成功的查某人吼，咱得好像拄只这个吼、哦，这是我的偶像啦。查某人吼、哦，咱啊，逐个人拢向他看齐啦。对，会一点点啊，啊，但是真不幸，遐久啊，过身去啊啦吼。这是这个啊，甲希拉蕊是我上大的偶像啦。咱爱看伊学一丝丝啦，安尼吼，都无输查甫人呢，对不？哈。啊，咱就讲查某人是十八变，但是咱伫这个职业场所的时阵吼。咱要安怎变？咱吼，这个工作吼，脚步吼，这工作起步的这个脚步，甲这个足优秀是一个查某人吼蜕变的过程啦。咱初初拄啊起来吼，咱啥物拢未嘛，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过程。但是咱家己要有信心。不断的去发展提升，切我家己爱修炼这个过程吼，爱克服一切困难，啊，甲做事业的成就吼，绝对唔是用金钱来衡量。咱即马这是要救台湾呢，所以是一个事业哦，吼，哎，佛教讲的讲是功德的工课吼，这拄会到吼，真正是无简单呐。你平常吼、
你若拄到一个人，你随便要甲做善事，他不鸟你呢，咱无一定爱接受你呢。有一个日本人讲伫遮咧传教吼，阮朋友讲，阮兜有咧分台湾政府爱心便当，讲招伊来摕，讲你看我是什么样，真受气呢。无一定讲你送伊便当，你家侮辱了，吼、哦，嘛唔是一定安尼。所以你拄会到讲，人要甲你接受，还佫会当做着善事，迄是咱的福报。所以有时啊，帮助人的时阵呢，咱茫认为讲哦，安尼咱吼，安尼真了不起吼、哦，有的人就无爱甲你接受。啊，你做会到，你爱感谢伊，互你做善事的机会呢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咱即马吼，伫这个职业场所吼，充满了波折吼，咱处处一定无大无智，嘛会着着暗伤哦，吼、哦。有可能呢，来自别人的明枪暗箭吼，嘛、哦、有可能你家己的疏忽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一定爱唯一就是咱爱改变家己啦，磨平你家己的眉眉角角，去适应这个环境。因为咱即马是一个大家庭哦，唔是像较早的小家庭哈、哦。咱行出来这工家庭呢，会使讲高高在上，眉眉角角的人，而且个吼、哦、有才能的是一大堆啊，伫咱的东边。那么呢？各人的想法做法拢无同，所以呢，咱一定爱提升家己来应对，爱谨慎应对，足济禁忌哦。你一定爱远离呢，远离的明枪暗箭的地方，一定爱避免。人爱懂得安怎去闪。如果呢，你若感觉迄个人介奇怪，你爱闪较边啊，因为安那无谓的损失是咱每一个人不想看到的啦。但是拢一定有迄、喔、哦，吼，所以呢，咱吼、喔、爱避免这个危险，生存的智慧吼，爱做一个快乐啊有自信的达人啦。所以呢，咱是伫这个社会咧人际关系。甲每一个人吼，咱形形色色啊，无定是你的上司咧，足奇怪的人；无定是你的部属咧，足奇怪的人。那么咱要安怎甲伊相处？咱唔免祈求讲别人去改变，咱一定爱改变家己。你一定爱问家己，我要安怎跟这个人相处？这足重要的哦，你那是无法度，你爱闪较边的啦，闪较边的，因为呢，这受伤是无谓的损失啦，无定你含这个职位拢无去，尤其是咱的法律两条尔呢，你若乌白红栽赃啊去枪毙是咪足可笑？吼，或是只只咱方变形呢，咱所以。我要讲的也是讲吼，爱注意无唔对，上好我今仔日伫遮甲大家人结缘，咱每一个人一定袂使有即种的心理来对付咱的中东心。咱台湾人呢，无分裂的本钱啦，对不？一定爱相亲相爱啦，对不？一定爱互相鼓励扶持啦，对不？袂晓的。咱暗中加加，莫一定差，一定争这个功劳。如果呢，别人比你较含慢，你也无一定去改脾性、执法。你做伊的上司嘛，同款。咱每一个人呢，是伊无学到尔尔，唔是伊袂晓。啊，你有大生机会学到，嘛无啥物嚣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咱这拢是。比亲姊妹阁较亲啊，对唔对？亲姊妹敢会当做伙赚钱？哎，敢会当做伙做善事？袂当。所以咱这吼是足好足好一个家庭，咱会同心，
所以是安那才要讲动心，一定你心想的啊拢总共款，安叫做动心，莫过叫假的呢吼。啊叫动心啊，结果想的无共吼，袂使自私自利啦。所以若想到吼自私自利，我甲人讲吼，我一世人吼，我的经验啦，如果看你足重的人的朋友吼，你唔好浪费时间啦。讲到利益就变面啊啦。你无猜，你做偌济项，一百项一项，伊无介意呢，伊就甲你断绝来往，佮而且吼，佮甲你栽赃啦。即种吼是中华民国教出来的人民啊，咱莫有佮有迄个习惯，好不好？吼、哦，所以讲吼，咱这内底足优秀的介济啦。啊，我讲是讲，逐个人吼，也是无去想到，啊，咱就是讲，咱即个团体。那要吼来执政，会予外人恶了，咱一定爱避免这个代志。那是台湾人呢，我讲的吼，搁第二个歹处，伤挑剔啦。你那是讲偏偏后摆啊，咱的同事咧做了唔对代志咧，在国民党的头前现世人吼，在遐吼，举脚底互看啦，这個、台湾人。这个习惯嘛，袂使。人中国人呢，外合伙的呢，伊拢叫当个关下颈啊，遐家己站尔啦。伊袂天下地方看呢。咱台湾人，尤其咱遮同心嘛，后摆对一个讲，咱对答唔对，咱一定爱适当去解释，讲啊，伊雄雄可能讲了五单，还是安怎嘛？哎呦，你就是安尼袂使啦，你也咧做我的长官咧安怎？啊，掀脚底予别人看，这绝对非常忌讳啦。咱的长官嘛是唔是神嘛，嘛是会唔对嘛。咱的部属嘛会唔对嘛。咱爱适当把这个代志，无好咱正搁再来讨论、来教育，拢无要紧。就是一定袂使予人看破脚手啦，对无？咱看破脚手都无去啊。真正就落啊，对不对？咱哦，别当看笑话呢。所以咱为什么要上这个课？我感觉足重要，就是一定人若讲三个臭皮匠，一个诸葛亮，对不？一个做唔对，两三个较紧来甲安抚起来吼，磨磨刷，无代志嘛。啊，你若是一个做唔对，两三个过来骂，安尼代志就大条啊嘛。咱哎呦，同心协力。提升自己，勉励别人，啊，会当来同心合力来甲这个台湾政府做啊好，安尼好无？吼、哦，所以讲这真正重要吼、哦。咱的形象吼、哦，形象就是人和人的印象，就是咱的本钱啦吼、哦。这本钱正重要，就是讲吼、哦，咱和人什么印象？咱予人啥物印象？咱就是别人心目中的地位，就是啥物款吼。所以呢，咱尤其咱的查某人吼，就是一定，咱若是即马做即个官位，咱毋是花枝招展，甲家己呢，抹甲搞搞搞啊出呢，像咧一张圣诞树安尼吼，看到会惊到吼，亮晶晶吼。所以咱爱有一个端庄的外貌吼。这是咱一生的本钱啦吼，啊，这个结果呢，咱家己爱智慧蓬头垢面啦，一定头毛爱要真舒适，吼，袂使安尼散呀呀安尼吼，诶，日本人讲安尼叫做无礼貌，日本人包括你若无点胭脂，讲叫做黄脸婆吼，伊嘛是感觉无礼貌，所以呢，袂使互看起来干呐。安尼你安尼真可怜的型吼，这是咱本人，咱予人的感官啦。咱感官吼，足重要的就是讲吼，服装啦、头毛啊，咱一定爱足注意的吼。咱即马的身份地位是无同的，所以咱一定爱改变，一定爱改变，予家己呢，形象吼，予家己的实力会当加分，卖减分啦。哦，你的实力如果若无足够，但是你的打扮适合，啊，人看起来肃然起敬，
啊，一看咧，你点点无讲，人嘛袂讲你下狗啊，吼、哦，咱无讲，人毋知影讲你几只猫嘛。毋过你安尼猜下，就那妈祖婆安尼，大家嘛会拜，对不对吼、哦？所以迄真重要啦吼、哦。啊，古人说吼，哎、人吼、哦，就是讲爱衣服装嘛，啊，佛要金装吼、哦，这是真古早铁定的定律啦吼、哦。台湾民政府是会当过了吼，安尼真正快乐幸福啦吼、哦。如果咱啊点点滴滴，有去注意的话吼，咱较袂受到伤害安尼吼，所以这是真重要。虽然大家拢会晓，啊，毋过无去得加注意啦吼。啊，所以咱搁落啊，咱小该走两下。即马就是讲外口吼，咱若是讲来这个政府机关做官员，可能大家就称呼你是女强人啊吼。但是我的解说是无同款吼，女强人从看起来是安尼，虎威十足，啊也使讲吼，予人有压力，为较软弱的查某囡仔会感觉，哦啊你敢真歹斗阵啊，啊佫会予查甫人啊想要约你吼。有可能唔敢哦，只有做女强人啊吼，啊我讲的吼，咱卖做女强人，咱爱做强的女人啊吼，安尼好不好？强的女人啊，是讲你的才能足有啦，爱足有认真啦，但是你的姿势欠低调，咱的姿势呢，就爱足谦虚啦，啊足认真，咱真正会当讲承上启下吼。才会当得到上司甲即个你的部属的即个尊重。啊，你若做一个女强人吼，顶官虽然吼有甲你欣赏啦，下底的人吼看到你吼是假无义的啦。会当讲吼，毋是为心甲你尊重的吼，那么安尼你就足歹带人诶。你即个领导有可能就是失败的啦。所以咱呢，一定爱做一个强女人，唔好做一个女强人吼。啊，所以吼，查某的吼，你讲话足水对，咱足水，会当征服男人啊。啊，会当，但是呢，如果你的上司啦，好佳哉，我是拜拜啊，咱所有的妇女吼，大家拢看我真好啦。啊，我如果呐是讲吼，是一个，嘛是。搁较歹滴啊，安尼吼，啊，我的下底的分会长吼，大家吼拢真水吼，啊，我的心理呐无正常吼，啊，老是看人家吼不顺眼安尼吼，啊，在处处找人的麻烦吼，我看安尼嘛唔对啦，大大唔对啦，所以吼，查某人的嫉妒心嘛是足强的啦。平平，你若讲啊，伫即个职位吼，啊，着你看我，我看你吼，一定要争一个官阶啦，这嘛毋好啦。所以咱即马吼，咱查某的妇女同心啦，你后摆啊做人的定势啦，袂使有即种的心理。所以呢，下底的人敢会敢尊重，咱的部属那是足水的，咱爱加娱乐啦。吼，人人也是讲吼，讲一句好话吼。迄都记三四人嘛，还得记呢，吼、哦！啊，你啊嫌一句啊，切你几啊四人呢，吼、哦！所以吼、哦，讲话是真重要，吼、哦！所以呢，查某的人的嫉妒心，咱袂使讲无去家己去检讨，家己来控制安尼，吼、哦，是足可怕的，吼、哦！所以呢，咱若要提升工作的能力，在你的内心的素养，吼、哦，啊，加好家己。更加有能力甲实力吼，伫咱即个职业场所诶当中，会当闯出一片天，是爱做强女人，不要做女强人吼，老是互人一个印象尔，啊未做代志安尼吼，所以吼爱家己诶形象，一定家己爱建立安尼吼，啊咱也是讲。过来，咱是来讲这个是非哈。
拄只迄个希拉蕊，就是我第二个我的偶像啦吼。啊，是非呢？咱即摆讲即个是非吼，实在讲，每一个人拢有感受到吼。有人的所在都有是非啦，但是呢，我希望讲吼，咱大家同心吼。咱讲同心，就是同款的心，就无是非啦。你对我唔对，凊凊彩彩啦，但是袂使软土深骨啦。咱凊彩的人，你袂使甲当作伊是当然啦，所以拄拄啊好就好啦。是非呢？那如果有啦，建立伫这个是非的中间呢，拢是一种的无公平啦。如果你那是公平的对待呢，我相信就无是非啦。哦，拢是既得利益者，伊本身的坚持。所以每一个人呢，咱即马拢无戆人啊啦，大家是唔爱讲尔尔啦。所以你的权限若有较大，啊，你想要占咱的便宜，就绝对有是非。咱一定爱有度量，一定爱去包容啊。所以咱这个是非若有的时阵，咱台湾民政府吼，一定会垮下来哦，足危险的哦。袂使搭来搭去安尼啦，无理的就是无理，袂使强词夺理，袂使讲我官较做较大，我讲的就是啦。所以咱即马遮拢大官呢，后摆咱下底还领导真济人，咱来以身作则，啊，甚至人敢搭，咱一定爱教育啦，莫讲甲拄刁啊，拄刁到偌济人好拄。咱咧叫咧叫无人诶，即个也拄，迄个拄嘛拄到无半个，对毋对？所以呢，好诶人才，咱吼啊讲啊往来着臭臭一空，臭一空揭起来，咱嘛还阁会当食。卖讲啊臭一空着规粒钉头角安尼拍算人诶物件，暴殄天物对无？吼、哦，所以每一个人未晓一，咱是爱甲同情，伊未晓一是可怜呐、啊，吼、哦。但是教育未听。民主固犯伊家己的代志啦，咱无一定讲绝对会去甲伊超加会好势啦，吼、哦，伊家己的自作自受啦，吼、哦。人讲吼、哦，即、这个有利就是招骗天下嘛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咱就是讲是非拄到的时阵吼、哦，咱要安怎去避免？我奉劝各位的遮中官。后摆啊呢，你拄到你的权限的时阵，一定爱重用人才啦，对不对？袂使老是用奴才啦，奴才是安那？对你足好的人，足好甲你抱的人啦，对不？这无一定对你有帮助、哦，因为奴才呢，也许你甲用啊，这是你的亲人，你是你的朋友啦。但是这个人后摆啊，造成伫你这个位，你会坐袂调哦。你袂使讲孝敬啊，这得阮想吼。啊，你砍入啊了后吼，伊老是甲你败坏吼，影响到你家己哦。啊，这足重要呢。所以咱唔是讲现实哦，事实这个人会应接袂应接，咱卖分讲你是我的亲戚，我的朋友，你看到。好的人才，咱一定爱甲提拔，做比咱较悬嘛无要紧。我像伫遮吼，我时常拄着吼，有、哦、啊一寡女强人、女强人嘿吼、哦，啊我拄着吼，包括咱即马秘书长夫人吼、哦，我头一下伫便所看到呢。哦，即、這个查某囡仔气质遮好遮水，我讲美女，你来参观阮妇女会好无？伊讲我啥物拢袂晓呢。哟，我讲你袂晓，啊，你毋是来上课的吗？讲我跟刘医师来，哦，啊你拢袂晓，啊无我即位互你啦。伊顶刚嘛还佫咧讲，我即位互你，我看看迄比我较水佫较敖，上无嘛较少年嘞吼。我讲无我即位互你啊，啊无你毋知要摆伫底，我嘛毋感觉摆伫我的下底对无？所以咱人爱有迄心胸，
你看到比咱较敖的人，唔好老师要共踩在脚底下。哦，你倒尾去啊，你来做我的部下，啊，你来替我拍拼，啊，甲我吐起咧，卖有迄啦，要食好心爱家己合啦，袂使利用别人，家己去抢功，这是足重要的啦。咱家己拍拼几分，得着几分啦。别人的功劳，别人熬，咱予伊去中央斗拍拼。啊，做比咱较悬，咱搁甲扶持嘛，无啊紧。啊，有这个心胸无？有吼。所以呢，咱要伫这个台湾民政府做了真好，这一点一点，咱拢爱去注意啦，吼。啊，咱搁落啊，吼。喜怒不形于色啦，吼。即马就是讲吼，咱人呢，伫受气的时阵吼，就是讲。袂使伫个表面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袂使伫个表面咱安那，一定就是讲，女性吼、哦、要克服家己的感情用事习惯，努力还有你的情绪控管，告诉自己吼、哦，先平静的情绪再说话，一怒冲冲的话吼、哦，去找你的同事甲咱的上司吼。哦论绝对甲沟通吼，拢会愈沟愈袂通啦，所以结果吼是不堪设想。咱每一个人呢，卖讲查某的吼，如果你若情绪化，咱要跟人讲话，绝对无好的结果啦。这嘛是咱后摆足爱注意的一个代志。咱为人谨慎嘛，绝对就是一定爱较紧讲，你对我唔对安尼啦。啊、我认为安尼吼是绝对无好的结果，这嘛是爱足注意。啊，咱若是讲咧受气，上好有法度，就这个面要阁笑会出来安尼啦。如果你的面若是结甲足歹看吼，你若作掉咧，人看你袂顺眼，无要跟你沟通，这嘛是你的失败啊。所以讲控制。咱的情绪以外，你的表情啊，你的态度足重要啦。咱的态度呢，甲时机足重要啦。你爱心平气和的时候，咱才来讲这个代志。吼、哦，安尼来讲吼、哦，你甲上司也好，你的部属也好，你才会当讲出一个两个共同的共识出来。你若无共识咧，永久伫啊咧争端吼，是无好的结果啦。哦，所以这真重要的代志，就是讲吼，一定袂使情绪控管歹。每一个人情绪控管歹，就是讲你的 EQ 啦。但是呢，咱的判断就是咱的 JQ 判断能力对唔对？但是你若有度量。一定袂去跟对方讲甲对，你才要遵守。无要紧，对唔对，下摆才阁讲。吼、哦，我拢时常讲因安怎，对唔对，下摆啊看就知，下摆啊看就会知啊，唔免急一时讲，就爱来吵啊好安尼啦吼。安尼来讲吼，咱这个双方拢无这个冲突，啊，所以讲吼，无论讲。你冲突压起来的时阵，一定要退一步想。咱每一个人爱会记住讲，今仔去上这个课，啊，我吵吵念念，咱爱每一个甲当作咱是同心的兄弟姊妹，安尼就无代志啦。啊，人有别人在看咧啊，咱别人有在评断，咱上重要，我讲较现实的啦。你即位该顾好上要紧，袂当为着一句话爱。一点点的让人偏去吼，啊！你甲伊争夺甲吼，你即位总爱落头啦。因为社会咧，还是讲你的上司的评断吼，无一定讲你安尼对。那安尼是毋是真吃亏？无定你真正对呢？但是你的态度、你的面手都无好啊。当然人讲你毋对，那么安尼咱即个头路嘛无去。这足重要的啊，所以讲对唔对，啊，咱嘛袂使伫个外口去旁看歹看面啊。
咱会当找一个适当的朋友，还是咱的上司来讨论。啊，当唔当唔好，老师安怎？课室，我就是来投上顶关的。小看同事的代志，咱都悄悄的就好啊。定定的报告中央啦。中央就拢插恁遐囡仔代志倒啊。吼、哦，所以讲，咱家拢是大官呢。啊，足济代志，咱都爱家己有担当。无一定啥物代志拢爱去投中央啦吼，但是你若是讲咱的顶司屡次就是无要遵照道理来，迄阵咱就会使。吼，这无改变呢，影响咱的大局，这嘛是一定，唔是讲忍耐就好哦。影响大局，影响咱这个民政府将来的执政的形象，嘛是足歹的。所以要投中西，咱爱先跟对方沟通，沟不通，咱一定要有适当的人去替咱讲，是不是？伊会当改变一点啊？伊会当合理合法来对待咱，这是每一个人的管理无唔对，但是咱就是一定要恰当，较袂家己落头安尼吼，这真重要的吼。谦虚就是讲一个美德啦，吼！谦虚呢，吼，咱人呢过度的谦虚，吼，嘛唔好啦。因为谦虚过度，吼，变你无担当啊，所以吼，嘛是讲，会让你家己的信心，还是别人看你无才能去啊。所以谦虚，我拄只拢讲爱谦虚，谦虚拄拄啊好就好。像我即马吼，拄到真济人才，吼。拢叫伊讲吼，咱来台湾民政府斗拍拼好无？你着带过财政部，着带过啥物部吼？伊老师讲啊，袂啦，我老啊啦，恁去拼倒。我讲我含你拼一回，较有得外老，我拢无感觉我老呢，因为安那我无时间通老啦。咱时间真迫切啊，佮人真少呢，我真紧张呢，吼，所以讲吼。茫定定家己讲谦虚，咱看到爱做的工课，咱就毅然决然，就是像咱家人安尼跳出来，咱认真，大家来拍拼，安尼对无？茫谦虚，甲讲无爱去做，安尼煞变做你无能力，还是自私自利啦。所以谦虚嘛袂使过度。伫咱后摆啊要执政的中间，咱的职位的中间。有真济工课，有可能伫伊个职位，伊无具备迄个条件。但是咱是同事间，咱拄啊有迄个尊重，咱袂使谦虚讲啊嘿，伊去做倒，咱一定爱站出来，敢若兄弟姊妹，暗中也好，咱适当个时间，咱家斗吐一下，安尼好无？爱有迄个度量来协助他啦，协助他无一定爱解闹开，无一定爱互伊无面子啦。所以呢，谦虚是拄啊好就好啊。啊嘛，茫讲啊，迄拢无我诶代志吼。所有咱台湾后摆啊要改革台湾民政府诶代志，拢是咱遮兄弟姊妹诶代志啦，对无？吼、哦，所以讲吼，因为每一个人呢，伊。尊重无同，咱若遇到困难的时阵，爱互相扶持啦，对不？天真甲坦率吼，咱台湾人上大的好处，也是上大的歹处吼，足坦白的啦。人讲迄号做啥？咱秘书长定讲迄句，讲号做腿仔面的啦，伤坦白吼。嘛袂使，咱适当来保护自己，袂受到伤害啦。尤其讲咱遮拢毋捌做过大官的较济啦吼，咱呢适当家己保护家己，无一定就爱讲天白白互别人看。毋是咱无才能哦，咱是学也袂到遐啦。对家己要有信心啦，莫讲我即马无。咱袂前袂吼，像以前吼，我看足济人吼，麦克风举起来，
啊，歹势啦，我都袂晓讲话啦，啊，都安怎？啊，讲一堆吼，啊，你袂晓讲话，你爬起来要创啥？爬起来举支，就爱家己有信心，表示讲我就是足够讲话啦，安尼担当啦。其实无足够讲嘛，免闹开家己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学久就会啊啦，每一个人细汉生出来，上逐项会，逐项拢嘛学来。但是你坐伫对一位，你就是爱学习者，爱用心去学习，唔免想坦白，嘛唔免就想天真。咱台湾人吼，拢家己讲家己哄听。日本人无安尼啦，话人讲安尼歹斗阵啦，有心机啦，无一定安尼呢。咱吼，若拄到愿意甲调教的人，咱的前辈，还是讲比咱较老的人，咱适当拄到伊，咱会当请教。啊，如果呢拄到一个足嚣摆的人，啊，你拄到你，搁带啊闹鬼家己，哎，我这项袂晓，这袂，你拄啊，予伊借理由出去外口四界甲你批评的，所以坦白嘛是爱适当啦，吼、哦。一定要适当，所以讲这适当歹，真歹讲嘞吼。要讲安尼，安尼还是安怎吼？是拄啊好就好啦。因人你甲拄到的人有关系，为人你超过真济，伊嘛甲你袂甲你去嫌；为你做甲真好嘛，甲你嫌。吼、哦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咱一定，咱的周遭就是咱的环境吼、哦，你爱家调配好势安尼吼。人吼、哦、最大的靠山是家己啦吼、哦，咱即马要甲咱即个东心的妇女吼讲吼，咱即马去家己都是有一个大官的职位啦。老公不管伊是财产偌济，啥物偌济，咱如果坐伫即个位，咱爱认为咱靠家己上稳啦，对无？因为呢？咱若有这个职位，咱的生活会平静，靠家己开了上爽快啦，对不？所以呢，咱有这个职位了后，包括查甫人嘛，同款啦吼。你若是讲啊，咱都失败无法度啊，一直甲查某人提钱，有时啊嘛是心肝内嘛是无可奈何啦。每一个人查甫人足爱面子，咱查某的嘛是爱面子啦。一定要靠家己吼，靠家己咧。咱查某人咧，无论是有钱啦，还是应该做工课吼，拢总伫工课上拢无欠的人，靠生活，无一定讲拢总永久不变的吼。咱迄过去，如果你若是讲吼，人翁啦，吼，互你靠也好，啊，若是讲无也好啦。咱就是迄拢是过去，咱即马呢行出来，行出来要替即个政府来做代志，要来服务即个社会，咱就是一定爱靠家己，靠家己，咱爱做到咱应该做的任务，咱一定爱超过咱的利益的即个程度，咱靠家己才靠会住啦。唔通坐伫即个位，啊，敢若讲吼，像国民党诶讲，敢若嗲领薪水，无做代志啦。所以家己咧要靠会自家己，就是一定要提升自己，家己努力求上进，坚持到底，安尼好无？吼、哦，坚持到底，讲我查某人，我嘛是有才调，吼、哦，啊，像咱诶李秀莲，做了敢会较歹别人，对无？未比查甫的较歹嘛吼，所以呢，查某的先天不足，但是咱后天会使培养吼，会使培养，包括查甫人嘛是同款啦吼，捍卫自己，维护自己吼，咱维护家己呢，你就是讲，我拄啊只讲的，拢大家拢爱做好人对无？但是做好人呢？咱好到底嘛，无一定人会对咱好呢。吼、哦，咱讲倒转啊，吼，就是讲你对人有仁，
有啊，人无一定对你有益哦。所以呢，互你人的好处，必定讲就是吼、哦，一定无一定人讲手下留情，善良是好啦，但是吼、哦，会在任何场合，拢总是足优美的哦，是面对的无同的人，你就是要采取无同的策略啦。每一个人呢，你同款的方法去对待伊，无一定大家拢甲你学咯。所以咱爱有这个变巧的这个条件吼，爱去注意，爱用心去对待人，去观察人。咱呢对人足好，为人甲你嫌甲臭臊咧。所以人讲做人足歹做对无？话讲做天公都袂定人的意，那么呢？做人要哪会定人意？虽然是安尼讲，但是呢，咱认为，问得起良心就好啦，对不对？你袂当讲挂麻风遮，搁嫌臭臊，讲恶搁一直做落，安尼就变戆大呆啊呢？咱是当当政府的大官员，敢有要予叫戆大呆？拄啊好就好啦，吼、哦！对人好爱适当，你自迄个要付出嘞，吼、哦！啊，搁去对别人，无一定人甲你学落干嘞。所以一个人若对你真无情，你避开就好。自即个时间甲交情来付出予别人，无一定人别人甲你学落干。所以你茫搁再浪费你的生命，浪费你的时间啦。我的经验就是讲吼，佛教有讲一句话咧，避开恶言呐、啊，恶言呐、啊，拄到的时咧，咱也避开啦，卖定定甲伊在思相当啦，啊，保持啦，保持表面就好啦，咱卖每一个人咧，咱伫这个大环境的中间，同事咧就是爱同行啦，咱。礼貌上就是要互相尊重，这个人若是恶直到底，咱避开，莫浪费时间甲这种人交情。下底私底下，咱要甲伊交无，咱家己有一把尺啊，袂使同款人，同款无同款人，你同款的态度去伫对人，这个学问是足悬的。是安怎？我要选择这种的课，是因为呢，一世人你若搁到活到八十岁啊，吼，拢要会拄到这个问题。我认为呢，做事容易做人难呐、啊，所以我才要讲这个课啦。足艰苦做的，安怎学都学袂会。我较学都要搁有人要甲我嫌。哦，所以我是讲，看大家人共同来努力。共同来检讨。不过呢，咱每一个人若有同款的思想甲教育，我相信咱受伤的机会就较少。我希望咱台湾民政府各位咱的同心，后摆啊，就是袂使勾心斗角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咱家己自迄个勾心斗角的时间吼，咱来商量来研究。看有啥物好的政策来照顾这个台湾的百姓咧，安尼上重要啦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所以呢，莫浪费伫迄个时间伫遐吼，啊，是是非非安尼啦，安尼嘛是吼外人看破脚手啦，对不？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、学做人，我看吼、哦，人讲吼、哦，食甲老学甲老，啊，食甲死学甲死嘛学袂会啦吼。哦但是咱就是讲尽量就好啦吼，随身附和吼，千万唔好像你的习惯啦吼。你若是讲吼，当为你这个上司吼，当一个阵线啦吼，你徛伫拢伫上司这个阵线，你拢堪咪徛江边就对啦吼。上司呢吼，保持一致性吼。啊，私底下爱提醒上司，袂使讲上司讲啥你拢对，
安尼咱这个社会袂进步，咱的政府嘛袂进步，不要老是拍马屁啦，安尼意思啦。但是呢，咱的顶司嘛毋是神呢，伊有毋对的所在，咱袂使讲吼当场甲闹开，或是讲咱是甲批评，安尼咱家己会落头啦。就是讲你。常常拢哦，若讲啥哦，对，你安尼拢上对啊，你上牛吼，这是一个美德无唔对啦。但是有可能一个政策，你的上司歪去，影响咱台湾政府的政策甲改革，你去甲附和，你是帮凶啦。而且呢，咱是生命共同体，你会不会垮台？这足重要。所以咱这个每一个人拢是人才，每一个人的想法、看法、经验都是无同款。咱爱同心协力，一个人不管伊上司爱咱的下底的人，那有未向爱是做唔对的时阵，咱爱诚心诚意来给伊斗扶持啦，卖互相攻击安尼啦，吼、哦、啊嘛忙。表示讲，哦，咱就是足敖，咱敖做好人的功德，互伊去得到利益嘛，无要紧，人别人看会到啦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人讲你目皎皎吼，啊，人咧做，天咧看，嘿，天自有评断啦吼，所以吼、哦，人讲吼，因果报应啦，安尼啊，就是讲一定袂使。定定敢那会当恶露尔吼，恶露嘛，唔是讲是一个真大诶，即个好处啦。哎，无定了，你一直甲恶露啊，垮下来，即间店啦，垮下来，啊，你拄啊无头路，对不对？所以讲一定爱迄个，爱无主见吼。咱即马伫咱要执政诶同时，咱一定家己一定爱有信心诶嘛吼。啊，一定要有家己的主见，但是咱的主见袂使歪理啦，袂使歪理吼。诶，啊，袂使讲你完全失去吼这个干练的形象，手忙脚乱啦吼。因为咱初初咱要去管理人，咱的下底拢是政，拢是事务官，几啊十年哦。啊，咱要做政务官，要去讲指导你。比人比较深浅，不过你去袂使漏开。啊，咱要安怎做？这就足重要吼。咱袂晓假会晓，但是茫假甲伤假啦。伤假吼，人嘛会甲你漏开，人嘛会无福啦。吼，爱虚心调教，但是一定要恰到好处啦，一定要有决策啦，吼。你内底看看啊，那就讲比较遮啊，我看看，啊看看，对一个对我安尼在看，较有笑容，啊，看我咧较拍招呼，啊，这就是你的助手啦。你去到一个环境吼，看咧，啊，这看你较亲和力，就讲看你较有缘的，啊，这个比较吼，较袂计较的，较亲切的人，你爱即时该接近。把伊摕来做你的助手啦，伊会甲你讲一切。所以讲吼，迄就是讲安那，拿别人的力量来作为自己的力量。你袂向个，对？啊，我即马初初来，较歹势，恁大家拢会晓真，吼、哦、啊，多多指教。卖讲哦，啊，我来啊，恁遮拢是我的步伐，恁爱听我的，啊，侪鸟你啊！对不对吼？所以呢，咱爱虚心调教，唔过袂使失亏啦。你袂使叫人甲你教讲，啊，当这个派这个来是要食饭的吼，安尼足闹亏的呢吼。那么咱绝对爱适当讲话，爱有技巧，咱爱懂得去物色咱的人才。来甲咱辅助啦，咱人呢，两只脚、两只手尔，像咱的林博士安尼吼，
我讲啊，你实在足敖诶！伊讲安那敖？啊，本来是差不多十个林志森第二嘛，啊，即马几万人诶林志森第二啊嘛，啊，伊诶骹手加偌济？所以吼、哦，懂得互人尊重，啊，懂得去物色对象，诚心诚意去对待别人，互人来主动甲你扶持，甲你帮衬啦。啊，莫想漏开啦，吼、哦！安尼即足重要，讲起来足歹描述吼。即、哦、种个行为是用语言无法度安怎表达，你家己就是爱看着办啦，好无？要看着办啦。也许你拄到个拢真亲切，也是真歹剃头哦，吼、哦！所以你爱做好心理准备，才会当吼，互咱安尼一帆风顺。你坐伫迄个位，啊，阁会当步步高升，永远就是有法度来领导人啦。吼、哦，安尼好无？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我是毋是大官？阮这妇女会是兼尔吼，我较无压力啦。啊，恁若做官的吼，真正爱注意啦吼、哦。抱怨不离口吼、哦，咱即马即个通常的社会吼。哦在一个团体内底吼，应用就是安尼啦。讲安那，嫌东嫌西啦，嫌东嫌西，你知无？挑剔啦，老是鸡蛋挑骨头啦，抱怨不连吼。你若是一天吼，安尼碎碎念吼，讲东讲西吼，人会感觉你足烦啦。佮而且你予你讲到的人吼，也许啊听到啊足无爽快啦。所以呢，咱拄到环境不如意，是十之八九，一定你爱做一个抉择啦。咱适当看要安那来处理，无你就是宁愿采取离去啦。为着大局大局设想吼。我比如讲啦，讲像咱即马都已经要起来啊嘛，哦，啊即马要起啊，咱即个长官咧，咱看无啥介意，啊咱无达到咱家扶持，但是咱为着大局，咱嘛继续拍拼，咱卖看伊一个尔尔啦，咱是看咱整个咱整个台湾政府所有的成员，咱一定嘛是卖讲一定。公东公西，嫌东嫌西啦。无论安怎嫌，咱也是一定爱努力继续去做。这是一个足重要的代志。咱每一个人呢，感觉压榨就放弃，永久无在条成功啦。咱一定拄到困难，一定要摒弃一切的困难，咱要去突破，一定要去忍耐。你若是无爱忍耐，你爱放弃的时阵，你会考虑你的机会过来无？所以呢，咱爱提出勇气面对，因为六十几年的歹的教育的人的习性、想法、规矩，拢遮歹，咱拢是受伤的对象啦。像我伫日本吼，来回40多年啦。我的感想就是讲，我伫日本的社会，撞来撞去，走来走去，我拢毋捌有受气的机会。伫台湾呢，你若是离开你的厝，行出去大路，都有受气的机会，是安怎？真侪会摩擦的所在啦。啊，是安怎才教甲人变安呢？这是中国教育啦。日本人绝对无的，出去安食好咧，啊，甲你行咧，有礼貌，啊，有度量，绝对无争端嘛。啊，恁这个台湾呐、啊，三两步行出来都有机会甲人冤家呢，甘咱爱冤，足侪人爱甲咱冤呐。啊，这无可奈何，但是为即马咱遮爱开始改革，为咱遮就是政治啦，咱爱开始为家己来学习。甲咱遮每一个人，拢总是好的人才，为咱家己以身作则，
咱后摆下代，咱即阵来改革，绝对会当变甲像以前的日本时代安尼啦。哦，咱袂使讲吼，啊动唔动就要冤家啦。哦，这是真正伫生活中单吼，对咱的冲击很大。我的感触良多啊！伫日本，我出去安尼笑眯眯，大家就是安尼。无论因家有发生偌大个代志，伊看到人都绝对袂骂人，嘛袂面臭臭。迄是养成礼貌的习惯啊！看到人一定爱笑笑，袂讲人欠你花仔钱偌济。这是足基本个一个规矩啦。所以呢，日本时代吼。哎，即阵的因的囡仔无咧讲，因日本人无咧讲囡仔。我曾经有朋友嫁日本人，是安那才让离婚，讲因囝和因大家离婚啦。讲阮日本人无咧讲囡仔啦，但是爱的教育、体的纪律，一定规矩就是规矩，伊用道德的，用宽宽的，绝对唔是用像咱台湾人讲用叠用讲的。啊，讲落听，伊开总动什么啊？哎，像师傅啊讲的，讲破病落啊，阿弥陀佛，煞袂记即念啊嘞吼，对无？都念安尼话啦，对无？啊，若得破病啊，你搁念阿弥陀佛，念会出来吼？同款嘛，你囡仔吼，你甲拍听落吼，什么东西哦都不管了啦，干那爱念嘛？伊敢会知影讲伊对答唔对吗？所以绝对袂使讲用讲的就好啦，吼。古早的日本人是足好讲人诶哦，即阵诶日本人无咧讲人，规矩足好。较早吼，当唔当位头甲你捡落，日本人爱习惯嘛。唔过呢，古早日本人吼规矩好，即摆吼因改善啊啦，即摆自由平等嘛。囡仔嘛，你嘛爱尊重伊诶人权呢，伊诶肉会疼呢，拍落会疼呢，啊疼为人加记分呢。啊，阮祖囝顶工哦，啊，看到讲，甲因囝拍落讲，小姐，恁母也毋捌甲伊拍呢。我知啊，你拢甲我关便所尔。我拍囡仔用关便所的啦。啊，关下吼，大汉的若要入去关吼，啊，就伫咧流目屎啊咧，感觉伊安尼，哦，受委屈安尼吼。啊，细汉啊，毋是哦，入去搁伫内底唱山歌呢，伫遐耍水呢，所以无同的个性咧。哦，你囡仔甲讲落，敢会教较好？阮二哥讲囡仔用定调呢，敢有比阮个较乖？所以这个教育吼，教育一定包括咱遮大人。我即马讲个就是教育嘛，咱个小对待一定找机会，即个人对待唔好，咱用教育个办法提醒他，告诉他机会教育。袂听伊家己去担当，咱无一定爱甲伊冲撞啦。哦，所以讲每一个人，若豆豆啊改善，甲讲像人日本的社会安尼吼，咱台湾政府就成功啊啦，对无？咱就是好的政治，为咱家己做起，好无？所以呢，咱即马吼，伫即个两点钟的中间啦，咱有讨论真济个条件啦吼。啊，如果呢，啊，袂记住啦吼。我这虽然毋是啥物科技的啦，啊，啥物学袂到的功夫啦，但是我感觉，只若会去注意，对每一个人拢有真大的帮助吼。这个话就是古早讲的，讲阿嬷的话啦，阿嬷伫吵吵的念遐啦吼。出社会嘛，无人敢教，你的上司更无够。但是咱即马要去做人的上司呢？咱更需要，我认为这个课程是真重要。咱会当阁为电脑后摆啊阁调出来听，啊讲迄个郭小姐吵吵念的，迄到底是咧念安怎的安尼吼？吼啊，所以吼，我是认为这足重要的吼。别人的机密唔是家己的面包啊吼，就是讲咱即马出去吼，当着。人的秘密吼，那像我是足惊的啦。有个人足好闲，讲啊，听到人的秘密，搁我去听看卖啊吼。
这是高不义将，你若听到的是爱人要给你听。前顶就是讲，哎，啊，这个代志伊甲你讲咧，后摆伊阁甲别人讲，啊，别人吼走去甲伊讲这个代志，伊即摆偌好咱咧。所以别人的代志，咱会使卖插就卖插，会使卖栽就卖栽，尤其上司的秘密啊，你若知影了后吼。去认为你出去讲的，啊，你就是啊。所以，咱的职位到这，咱做到这就好。咱不一定爱知影一切。我曾经有遇到吼，足济咱的同事，拢爱去研究吼，啊，中央什么代志，什么代志。我吼。足无爱安尼啦，我直接就甲伊问朋友，你的职位毋是咧管中央的啦，安尼对无？你可以管中央安怎安怎，啊，你嘛比中央较大呢。所以讲，咱的职位，咱管啥物，咱做咱的本分就好啦。中央有伊中央的想法甲做法。咱无一定会了解，无了解的代志，就是袂使去评论啊，对唔对？唔是咱讲的，就是啦。所以咱一定爱有世界观，咱一定爱有认同别人思维，甲认同别人的尊重的时阵啦，袂使老是觉得自己很神呐。人伊有伊的。内心的苦衷，或是食伊的看法，咱无一定爱去甲参与啦。哦，所以讲，咱做好咱家己本分，咱家己只管好好得，唔好定定食一碗看一碗啦。哦，咱一碗啊，咱来食饱，食清气就好。啊，有个人坐即位吼，啊，我想讲迄位阁较好呢。啊，到迄位吼，一直讲讲歹话呢。安尼嘛唔好啊，无一定你坐去位倒食事咧。所以讲吼，嘛唔好定定管顶时在创啥，咱即位做好倒，顶时做无好，咱的本性做好倒。顶时我拢共讲咧，无定定定坐定啦，当时要落头都唔知咧，对不对？迄唔是讽刺呢，唔是讽刺呢，为人吼就是。到当时尔，有一个命，有一个运嘞嘛。无人讲哦，摇摆无落魄的久嘞，所以不要去管别人那么多。所以呢，咱这是真正重要。时间够啊吗？还过几分钟吼、哦。咱即马吼讲到这，就是讲，咱即马十二点了后，咱十二点半食饱了，咱这个妇女的中心。中心吼，上好是来这个妇女咱这个办公室来开会啦吼。因为咱妇女呢，就是咱社会家庭的基础啊。不管你是要加入唔加入，要做干部无，所有的妇女都是妇女会的人啦吼。咱要爱了解咱后摆妇女会，咱要安怎来改革，要安怎来协助咱这个政府。咱安怎来做咱的政策吼？有需要来了解，卖用家己去猜想的安尼吼。包括查甫的，咱的动心，若要了解，咱嘛会使来做顾问啦吼。咱来听听嘛无要紧，因为恁家嘛是有妇女嘛吼，迄阿母啊吼，阿姐阿妹啊吼，祖囝嘛是拢妇女嘛，所以呢，咱大家来同心协力，嘛是来照顾妇女。啊，嘛是来协助妇女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、哦，所以讲呢，咱妇女呢，尤其我作甘心的，就是秘书长加这个咱的总理要叫我来坐这位的时阵吼、哦，我是感觉讲，我这安尼压力很重，有可能有人比我较有能力嘛吼、哦，我讲无我尽力啦，做看卖，啊，若有人较好诶，我让乎伊，我协助他就可以。所以呢，妇女的这个基础呢，是间隔
整个社会、家庭、政府的基础啊，咱足重要的哦，唔是讲拄只只的基本尔尔吼，啊，讲起来讲，规米若讲袂了吼，啊，咱就是讲爱多多来参悟，多多来开会，咱妇女会要创啥物，咱一点一滴，道道进入咱这个改革的步骤吼，咱才会进步。啊，才有法度来协助这个社会来改变安尼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咱即马哎，拄去开会，咱是无浪费真济个时间啦吼，大概二十分钟尔尔啦吼。啊，因为中昼时啊，大家嘛拢真忝吼，所以呢，前礼拜我有真客气讲，啊，若有要参加妇女会来吼，我是看真济人啦。啊，结果安怎来百几个，才来三个啦。啊，我想讲啊，安尼唔对去啊吼。所有的妇女拢是妇女会的人，但是你是做干部，咱是有家排一个吼职位，互伊去服务，互伊来领导尔尔吼。啊，若唔是的人，唔是讲你无来参加妇女会，你就唔是妇女会的人哦。所以这种爱一个认知啦吼，因为咱上大的这个方针吼，要照顾妇女。咱嘛是爱想到哪一天呐、啊？你即马活跳跳嘛？啊，恁老的时阵，你嘛是妇女，你是毋是爱妇女回来甲你照顾呢？毋是你即马无爱参与，你就会当跳脱这个圈子啊！所以咱爱需要咱共同来努力来拍拼，好不？嘿，感谢大家吼！啊，祝大家吼后摆伫民政府会当步步高升啊，身体健康，多谢。各位同心，请起立。今日